今天白天打的时候，我发现多兰顿很重要，能够耗。没多兰顿耗不了。当心炸药桶！我在火中找到了你憎恨。我好热。哎，咻咻咻！好，给你封了，咻！我操，多兰顿确实好。讲真，多兰顿确实好。更多火药！死亡的潮汐预示我的归来。别交上吧，没必要省。你还没见过血吧？又一个！吃到饭，炒牛肉，然后水蒸蛋。乖，就一个字，我只说一次。又一个。好狠！我的仇恨就这
沾满鲜血。现在没卡住了 ，OK， 直接回。更多火药！要拿印记没什么办法。哦，爆金币了！哦，狂爆金币，铁子！死人们讲述我的故事。我操！当心炸药桶！我要把我得不到的东西。好烦呀，他一技能我以为没好得了那么快呀。不要相信比尔吉沃特的鼠辈，我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。大了，这个他开不出大了。好，哎，下路大的稀巴烂，下路。现在他们中上现在发育都很一般，然后对面现在就靠着下路这个优势，然后到中路去推线滚雪球。背叛就像在伤口上撒盐一样刺人。哎！是小孩子的用心。更多火药！他妈 DP 没好。烧吧！就当突破去，把残忍带给所有人。漫天飞雨，更多火药。哎，全场他妈的我都背叛了我，好烦。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 AD 不往我这边靠，逼得我只能用三连桶去炸。本来如果用二连桶的话，我这波桶子够的话，其实可以操作的更好了。他
千珏在干什么呀？来保着我打不是闭着眼睛吗？我操，这是干嘛呀？拿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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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我加分有点太少了，说实话。无所谓，慢慢打。我觉得这波是最可惜的，他们这波其实是没有我的位置。你看，他还回头，他要是往我这边靠，我不用三连捅的。漫天飞雨。没往我这边靠，我怎么用三连捅翻他？然后我现在身上只有已经没有桶了，已经没有桶。日女控完我在我身上只有一个桶，我现在这波如果还有一个二连桶，他妈的对面直接就记了。这波还没暴击，暴击这个暴女直接死。